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不想说点什么吗？是啊，重庆要失守了，你们共产党就要胜利了。可你就在这个时候累了。你见不到你亲爱的新中国了，也见不到你那些亲密的战友。你不觉得遗憾吗？我是风啊，站长，能不开这种玩笑吗？您可别吓唬我。都说共产党人是有信仰的人，果然如此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这么淡定？我心里没鬼，我慌什么？你心里没鬼？江水洲已经说了，那天你说你肚子疼，要去买药，就在你买药的路上，高平被杀了，怎么解释？张平是我杀的吗？江水洲的夫人可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当然不可能是你亲自动手。可是巧的是，第二天开药店就关门了，巧合吗？那就是你们的一个交通站。哎呀，我说，杜副站长，现在重庆哪家店铺关门，那还都不是稀松平常的事儿。再说了，那天晚上，我跟江水洲的夫人的钱都没带够，那个伙计不依不饶的，我只能把江主任给搬出来了。他们可能怕报复，把店给关了。这又能有什么呢？那小莲可以给我作证。我再问你，站里的照相机哪去了？照相机？啊，去年我用过一次，后来行动队的朱队长说他们急着要用，我就转交给他了。这事你可以问江主任。去年的事你说什么？你只是说朱铁有没有把相机还给你？当然没有了，他要还也得还江水洲啊。周密的计划很巧，可是你没有想到，我们有比你更周密、更巧妙的计划。那我也认了，人家就像刘副队长一样，最多再来一只替罪羊嘛。别提刘队长，你跟他不一样。
金太太，原来你就是蜂王的交通员呀！自从咱们到了重庆，就开始做邻居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看起来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主妇，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做了这么多的大事儿，在下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不，全体投地。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你可别血口喷人。我告诉你江水洲，我出什么事儿都没关系，小天要是有什么，我跟你没完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也不是没有背景的人，就连你们顾站长也得让我三分背景。就那个寡居多年的老太太，那也叫个背景。我告诉你，秦天亮就是蜂王，证据确凿，什么不关系也没有。江水洲的话让梁晴有那么一丝紧张，他担心秦天亮在获取情报时意外失手，或者冒险行动而留下破绽。但他很快镇定下来，他知道自己的丝毫破绽都会给秦天亮带来麻烦，现在他必须跟敌人周旋。我要见站长，孩子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过东西了。哟，孩子受委屈了，那我跟你做个交易吧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，我马上给孩子吃东西，不然的话恐怕我就得饿他几天了。小天天，告诉你江叔叔，平时你爸爸和你妈妈都跟哪几个叔叔来往啊？我只认识你一个江叔叔，你天天到我们家里来。孩子说的没错，他还小，没怎么出过门，可不就认识你一个江叔叔。顽抗是吧？没关系，我给你几天考虑，到时候有你说话的日子。看紧了。是。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，不管别人谁是蜂王，我不是蜂王，更不是什么共产党啊。站长，我亲眼看见秦天亮接触到天下一号，我发誓啊。朱铁啊，你买卖情报，走私鸦片和紧俏物资，利用帮派杀害国防部的线人，利用执行队长的身份霸占女学生，就这几条，在哪儿都判你死罪。站长，可我不是蜂王啊，站长，我愿意戴罪立功。你是不是蜂王，我会查清楚的。至于戴罪立功，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站长，我全听您的吩咐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朱铁这条命就是您的。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，我要它干什么呀？你要给自己机会。是，是，站长说的是。你说吧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局座定夺。除了蜂王，你现在又给我弄出一个鸽子来，我现在最想杀的人就是你。宪章认罪。秦天亮和朱铁，不管他们谁是共产党，或者他们都不是共产党，都要给我留下来，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弄走。局座的意思是把他们的老婆孩子当人质？
我就不相信共产党没有七情六欲。不管他们谁是共产党，只要他们的老婆和孩子留在我们手里，我就不信他们不会为我所用。局座英明，把那些信不过的人全部留下，不能养虎为患。局座，我是走是留？你先别想着走，把你的计划和重庆站的潜伏计划一并考虑。你们不但要潜伏下来等待反攻，而且要尽快地把蜂王和鸽子给我彻底地揪出来。对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，也要尽早地铲除，要确保党国的潜伏人员能够以一顶十。哦，不是，一个人顶一个营，一个团。不但潜伏的人员要过硬，而且撤走的人也要人人放心，个个过关。这是关于你的命令。让我去基地？基地在哪儿啊？这个小岛在台湾和大陆中间，是日后反攻大陆的最前沿。这是我和国防部研究过的，得到了委员长的首肯。你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司令，日后那里的一切都归你指挥。你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。谢局座栽培。都副站长怎么安排？潜伏下来。您知道他是我的左右手啊。你走了，潜伏人员谁来指挥？就你这个基地的司令，就有多少人眼巴巴地盯着呢？我能给你争取下来，那我可是卖给国防部人情的。局座，人情我懂，局座之恩情显彰没齿不忘。以后再说吧。以你们重庆站现在的情况，你还敢多带走一个人吗？小心不能把共产党带到岛上去，明白吗？明白。站长，去留人名单都已经定下来了吧？啊，也许大概差不多了。不过命令没宣布之前，什么可能性？天亮，我觉得敌人并没有抓到真凭实据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竟然是江水洲审查的我。这要是换了别人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应付。我们内部肯定有鬼，他们一定是抓住了我们什么把柄。那他们为什么放了我们？我想这是敌人在用计。这样，你还是按照平时那样的去生活，没事的时候就去隔壁跟那个小莲多聊聊天。我知道，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，
是我还是想亲自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。是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假情报这个消息通知组织，让组织鉴别，不能让组织蒙受损失。券五千，少一分不卖。小林，带上试试。呀，嫂子，这太贵了吧？带上试试没什么的。我跟你说呀，这女人不但要会穿，还得会戴。太太，这是我家的传家宝，真正的和田玉。要不是遇上这兵荒马乱的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卖的。都说是家传的，你们这种人呀，我可见多了。三千元卷怎么样，卖不卖？太太，太少了吧。外面有狗啊！我知道，今天我跟小莲出去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发现了。是吗？哎，那你跟老郭传送消息的时候，一切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呀，没有什么事儿。哎，不过你说这个老郭还真可以，他假扮成了一个卖首饰的，然后还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只玉镯子。别说，那货色还真不错，市面上很少见的。哎呀！坏了，这玉镯子可是老郭的传家宝，价值不菲，我见过一次。哎呦，哎，那坏了，这镯子我现在已经给小莲戴上了，那老郭还不得心疼死啊？算了算了，为了革命，他也得舍得。那等重庆解放的时候，我再还他一个。鸽子的情报很重要啊。对了，现在天下一号的真假鉴别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就看一张图纸，怎么辨别真假呀？纵队现在正在汇总各方面的情况，对天下一号进行甄别。天下一号的真假，现在不仅仅需要纵队的鉴别，地下同志的情报也很重要。部长，现在敌人内部是不是除了凤凰还有我们人呀？哎，那鸽子。又是哪位同志？李贺同志，你在我身边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，组织纪律你应该知道，不要乱打听。哦，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说的不说。走了。
方兰只听说过天下一号，为了天下一号，12个爆破专家被处死。前一阵传说已经抓到了凤凰，就是执行队的刘副队长，没有指示，他只能待命。看来蜂王真的是出事了，否则总部首长不会在这个时候启用他。好了，我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你。主任，我正想来问问你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撤离？进来说吧。怎么这么乱啊？这些都是要销毁的文件啊。顾站长的命令，你来得正好，帮我一下。我？这可是违反条例的。你是电报组组长，也算是我这个保密室主任的下级，我让你执行任务，不算违规。那我怎么帮你啊？一个月以内的挑出来带走，其他的马上销毁。是主任。好了，以后没人的时候别叫我主任了，就叫我名字吧。是主任。主任，听说天下一号文件非常重要，挑出来了吗？天下一号分好几个版本呢，听说国防部有一份，咱们这儿有一份，以前是放在地下室的保密柜里，后来被顾站长取走自己保管了。这可是最高级的，连我都没见过，你问他干什么？大家不是都在说吗？感觉挺神秘，我只是好奇一下。为了这个天下一号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咱们最好离他远点。上次开会不是说刘副队长就是共产党的蜂王，已经被处决了吗？我听说刘副队长在审讯完是自杀死的，根本不是执行。就像天下一号，传说分什么子版母版，真真假假，谁能说清楚？咱们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等过两年撤走了，一切就都眼不见心不烦了。汪兰直到这时才意识到，天下一号果然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。保密级别这么高，和以往的文件都不一样，看来天下一号要想得手，只能从长计议了。知道我一直喜欢你，他们关心的是实际政治，在我心里，我是关心你。郑主任，现在时局这么乱，我想冷静冷静。时候到了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自从跟你加入了地下组织，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想到。我想过胜利，想过咱们一起归队，也想过我们暴露了，一起为革命牺牲。但是有一点我一直不敢想。是什么？我们分开。我们会分开吗？以前不敢想，现在
要做好这个准备。敌人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？重庆马上就要解放了，他们在大撤退，为了抢沙坪坝的飞机，他们内部大打出手，我考虑也肯定不会带家属的。我知道我们可能不能在一起了，因为你还有任务，还要去追查天下一号。我们现在想回归组织，想撤离都是不可能了。在名单公布之前，我们已经被监控了。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呀？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被动。你记住，我们组织内部有敌人的内鬼，我们发出去的情报这个人都很清楚。咱们不管谁先见到组织，首先汇报就是这个情况。我记住了。一会儿你来宣布潜伏命令。家属也撤？为了解除潜伏人员的后顾之忧，让他们有个盼头，毛局长指示他是把他们都当成人质了吗？别说的那么难听。你甘心让地面陈宇在大陆担惊受怕的呀？这梁晴怎么也撤呀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秦天亮和朱铁现在有重大嫌疑，我们来不及甄别了。要是把他们处理了，别人就会说我们无能。况且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甩掉包袱，只要蜂王上不了岛，我们就算完成。是啊，你不撤了是安全，可是秦天亮、朱铁还有江水洲他们三个人，如果有一个真的是蜂王的话，我们这些潜伏人员就太危险了。早就替你想好了，这里边有一个房产证，还有你新的身份，绝对安全。同时为其他的所有潜伏人员都准备了新的身份。看来这是党国给我老杜最后的一张。兄弟别悲观，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打回来的，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有功之臣。站长您别说了，我认命了。局长指示，保密局重庆站从明天开始撤离。下边由杜副站长宣布第一批撤离名单。第一批撤离人员如下：保密室主任郑红，到；保密室参谋顾颖，到；电报组组长汪兰。电报组成员傅德芳，到；马然，到；张海霞，到；赵倩云，到；程文，到；向梅，到。保密局所有眷属随同大队一起撤离，不愿撤离的将由宪兵队送到城外，以投敌罪论处。给你们两个小时准备时间，两小时后集合，直到大队撤离，任何人不许离开保密局半步。是。秦科长，有什么话赶快对老婆孩子说吧，下次见面
还指不定什么时候呢。我看这个汪组长听说撤退，真是兴奋过头了。按顾站长的命令，电台发射站已经停止工作了，没有信号，现在所有人都在待命呢。为什么？这么说，全城的电报都没有信号了？顾站长说，在撤退前要切断所有的联系，以免发生不测。这对信鸽是组织上精心挑选出来的，只能到关键的时刻用。平时你就当普通的鸽子养。他们是让我潜伏下来，而把你跟孩子当作人质。那我怎么办？就这么任由敌人摆布吗？我们现在没办法跟组织取得联系，只能将计就计。我现在有一个计划。你是我的上级，我听你的。到了基地以后，你就是蜂王，鸽子自动脱险。放心，到了基地之后，我替你把蜂王后面的任务完成。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小天了。天亮了，
孩子我会带好的，你现在才要小心才是。汪组长怎么被带走了？难道汪组长是我们的人？别乱猜了，他们现在是疯狗。你赶紧收拾好东西，带好孩子，我得回站里了。爸爸，别走！哎呀，天儿，记着。不管到哪里，都要听妈妈的话啊！杨青，不管出什么事，你都要记住，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。不管你到哪里，组织都会找到你，都会跟你取得联系。你一定要相信组织。我记住了。哎，他们怎么把汪组长抓走了？谁知道？说不定又是个冤死鬼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们这帮人就懂得整自己人。我说，这批撤离的人没有你，第二批也没有你，那咱们这金条白送了。我可能得潜伏下来。我说你傻不傻呀你？你留下来，留下来不就等于送死吗？共产党能饶过你？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哎，不管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咱们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。那我不管，那我要去找顾站长。我求他，让他把你带走，要么就把我们金条还给我们。还什么呀？老子现在就要你！春宵一刻值千金。哎，没拉窗帘，傻子！拉什么窗帘？这时候谁还管你这个？